Leo 聊世纪，天天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要来看曲折罗人对上不利迪人。这场比赛是 TCI 冠军邀请赛。那冠军邀请赛这次有阿拉伯地图。那来看一下这个曲折罗人。曲折罗人一开始哦，会有给你两个果树虫。那这果树虫呢，是为了让你的羊哦，可以到这个磨坊里面啊，继续产生食物。所以曲折罗人的开局方式哦，会优先盖上自己的磨坊，然后去吃果子为优先。然后产出更多的这个肉，让这个羊去产更多肉出来。好，这边是，哎，是不是少？有用一只羊去探图，是不是？啊，这里怎么只有三只羊，而不是四只？啊，他刚刚吃了一只羊。OK， 驱逐罗这边一开始有让一只羊去吃掉的关系哦，所以他这里就有三只羊。那有人会说，哎，为什么不是四只进去？那其实哦，是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把一只羊拿去吃掉，补这些肉量，因为一只羊的肉量可以获取肉大概是八九十肉，这八九十肉其实资源量很高哈，所以有时候他们也不会把所有的羊都放进去，还是会一只一只的拿出来慢慢吃哦，补一下经济哈。所以这个羊肉的肉量也是不能小觑的哈。好，这边有非常多的火鸡。上方的鹿群三只要开始来赶了。驱逐罗人的开局方式是这个刺骆驼刺吼。那他升到了封建时代伤害力也只会变成四滴也不会变成武功。但是对打肉马的情况下是会赢的，打打村民来说效率就没这么好。那驱逐罗人他算是一个蛮特别的文明，他没有骑士，他的骑士是被这个闪避马给取代的。那闪避马呢是可以抵抗。可以闪躲箭矢的一个骑兵单位，而且打工兵单位有额外伤害加成。那驱逐罗人的马厩单位的伤害力也是有这个额外提升，所谓的额外增伤。所以驱逐罗人的骆驼打对方的骑兵单位是非常强大的，而且他这边是遇到不利点的关系，闪避马也可以吃到这个效果。那后期的驱逐罗人呢，有这个杀地力的关系，所以也比较好去产出这些骆马单位啊，这个骑兵单位。沙地力可以记得减免 25% 的肉类消耗的关系哦，所以他这边肉马还有这个闪避马还有这个骆驼造价来说都是相对便宜的。那驱逐罗人的后期呢，主要是打这个相公还有自己的保兵环人投资手还有骆驼闪避马为主的文明，主要还是围绕在这个骑兵单位为主。但是他骑兵单位有个问题哦，就是没有三公的关系，所以需要特别用到非常大量的数量才能打赢对手。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不利迪人。那不利迪人最大的特色呢，是吃这些驯养的动物的时候，有这个吃的效率的加成。所以他在黑暗时代也很适合打这个黑棒棒开局。虽然现在比较少见了，因为这个黑棒棒开局的给的效益其实很差，所以大部分的不利迪人还是会打一个正常的工兵开局或是刺头开局，封建时代。那不列颠人的后期呢，有这个三 TC 半价的优惠就是他的 TC 木头销量只要半价，所以可以更早开出三 TC 跟更多的农田去开农。那不列颠人后期的工兵呢，也是相当强大的，这个长工兵啊跟弩兵都有这个射程的优势，强弩就有11射程，那长工兵则是12射程。后期组成是打这个骑兵、工兵、骑兵为主基本上是全能性的文明，所以骑兵其实也能打，虽然没有品种稍微会弱了一点，但这个轻骑兵三攻三防有的话，去用这个轻骑兵去骚扰农田还是非常好用的。毕竟我三防的话，城镇中心怎么射都是一滴血。好，那我们这边看到不利颠人这边是决定要转出工兵开局，这也是比较适合不利颠的一个开局方式。但要特别注意的是不利迪人在封建时代是没有这个射程优势的，对，就跟一般的工兵一样，而且不利迪人也没有拇指环的关系，所以工兵对射的时候很容易会射输对手，这一点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好，我们先稍微加速一下。那目前看到两边地图其实差不多的，但不利迪人这边金在前面会比较尴尬一点，而且果子也在前方驱逐罗人这边就很好，看果子跟金矿都在偏后方的位置，而且这边选择大围，待会围起来的话也没什么太大问题，这边也可以直接围过来。好，
好，普利连这边也稍大围，把所有的建筑物跟牧场放在了正前方。两边都没有决定要开战的关系哦，所以并没有什么太多兵。好，那驱逐罗人这边是决定要用毛兵来做防守。布雷典这边补下了一个兵工厂，要点下一级射。OK， 爵士好剑。好，这边看到毛兵过来，刺头去挡下，稍微躲下箭矢，毛兵去往前走。这时候驱逐罗人是没有点一级射的关系哦，所以这个毛兵要走得非常近的距离哦，才能进行攻击。OK。再一滴血，哎呀，第一时间打掉了这只枪兵，但是工兵可能要全部损失了。哎呦，这只骆驼刺偶剩两滴血，极限。好，稍微加速一下，看一下两边城堡时代会怎么打。好，那封建时代应该就这样子啊，这一波打都没了，应该就是没了。因为待会不列颠这边要囤一些工兵哦，去转换成奴兵哦，继续前压会比较有意义一点。虽然在现在工兵出去哦，也是给对手会有压力哦，但吃到奴兵会是更好的一个选项。好，升到十支工兵，待会直接出门，然后一走到路上就可以看到这个工兵的升级，直接变成二级射，然后奴兵。哎呦，拉了一只村民要来打伸头嘛。好，这边直接撞到对方的毛兵，直接拉到了高地做反击。好，弩兵点下，村民在高地处盖下了一栋工程器制造所。弩兵二级射也补了，这边驱逐罗人先打的是战矛兵的升级，还有二级射也补了，两边都是打一个工兵开。那这个打法呢，就是我们之前常见说到的，不列颠也很适合打这个工兵配中投的战术。中投就是来打这个战矛兵用的。好，换一台投石车吧。哇，他这边很棒哎，这边还可以打左边这个城镇中心哦，投石车可以直接硬砸。哇，他没有把这个城镇中心开这个位置。好。好，两边都已经升级好。那驱逐的人打伸头的话会比较吃力一点哦，因为他的僧侣没有到非常强，可能要用更多的闪避嘛，去做应对会比较好。虽然也有救赎思想，也没到非常弱耶，讲实在的。虽然有救赎思想，但驱逐罗人打这个僧侣是不太常见的。好，这边也是转出了轻型投石车。好，轻型投石车走了出来，这边要来砸个一发。哇、哦啊，中了，舒服。好，那黑啊这边啊就可以考虑哦，要不要去按个僧侣哦转救赎思想？但其实这边打救赎思想我们是不太建议的，主要是因为不列颠现在城堡时代有这个射程工兵的优势的关系，所以五加三射程哦其实是不太好招降到对方的工程器的，所以这边用闪避马加投石车、哦、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好，当然战矛兵也可以考虑，但战矛兵的话重点就是不要被投石车给挡到。好，这里补下了一个轮轴技术。不列颠这边是双 TC 开农。好，这边投车可以出来砸一波吗？这个距离这么近啊，要不要来一发大玩的？好，很多战王兵走过来，果然在进攻左边的城镇中心。很多投石车走过来。三台投石车在里面，在找机会吗？哎、欸，这个机会不错了吧？要吗？要来吗？来了！哇，没有砸到，可恶！哇，
结果三台投石车第一时间被解掉，尴尬了。哇，捕猎人这边秀得很漂亮啊，直接把三台投石车给换掉，瞬间换光啊，反应相当迅速啊。哇，这个好精彩啊！三台投石车一出来，只损失了三只工兵，然后后面的攻势用投石车加上工兵收掉了这三台投石车的伤害，打得十分漂亮。好，这边投石车再过来解，但是也没有解掉，再投一发，一换二 ，nice， 再往前走，来不及投下一发，哇，这边驱逐弱还是打得非常漂亮，一换二成功，剩下两台投石车压力相对来说会小了一些。哇，如果刚刚那台投石车没有换掉两台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被秒杀局了。四台投石车高速拆掉城镇中心是没有问题的。那不列颠这边有个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把一只村民保留在前方，把这个村民盖完就回去了，没有在前面就是盖修道院或房子哦，来修这个青头，也是刚刚的问题。哎呦，这边换才能就换掉。OK。哇，这里没有空，果然被换掉。那不列颠人在城堡时代哦，还是比较常看到打工兵哦。长工兵的部分要等城堡时代有产那个城堡之后出来才会去按哦。也不是每一次哦都会去产出这个长工兵来。像是打那个藏身之处啊、要塞啊、竞技场之类的地图会比较常看到长工兵哦。那在阿拉伯来说，弩兵还是比较容易速成的，毕竟不需要城堡，第一时间产出工兵来说，还是弩兵比较好用一点。但缺点就是射程差一点，还是有差。通常是打这个搭配宝推的时候，会去做的一个选择，宝推然后有城堡才出现长工兵。OK， 这边稍微闪一下。好，稍微躲一下。中刀一发，再闪，哇靠！对啊，这边修得很漂亮，但还好及时用弩兵收掉了左边的火车。这边头车大战看得很精彩，这个战矛兵一直有在控，后方僧侣在帮忙补血。那这个长弓兵的一个出的时机点，之前的影片也常常说到，但可能最近有新观众啊，没有看到以前的影片哦，可能就觉得我讲不列颠讲的有点瑕疵哦，但其实我一直有讲，只是上部影片没有讲到而已，真的就是。你知道一部影片里面哦没有讲到的话，就会有人觉得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就大家都只会看到片面的事情，这蛮正常的。好，这边拉了两村，先过来修理这个城堡，待会再补。哦，头车砸到了一发，哎呦，两只残血，再一发。哦，再躲，哇，这个扭腰，打了一发，哇，这个一直扭腰，然后最后用工兵去射掉投石车，虽然战矛兵也是解掉了一些弩兵哦，然后目前来说还是不列颠这边有优势的，但闪避马一出来就不好说咯，这一波闪避马可能会打爆不列颠这边的阵地，甚至这根城堡也没有办法好好的拿下来。好，闪避马赶快招降到第一时间去攻击对方的投石车。哇，这边直接自低，因为后方还有两只僧侣，这根城堡可能要取消咯。这个很难盖吧，只要是盖起来很赚哦，两栋城镇中心直接拿下。好，上方投石车在砸，哎呀，战矛兵中了，但村民也是被打到了几下，只有骆驼来挡，闪避马可能要再按更多一点。
这栋城堡绝对不能被盖起来哦，被盖起来就真的没了。好，这里村民，然后直接就去硬盖。投石车在打弩兵，弩兵第一时间也在做拉打，但村民直接吃了一发大碗的投石车的伤害，损失惨重。村民数已经不多，但城堡被盖起来，哇靠，居然被成功盖起来了。好，那驱逐罗人这边的对应方法就是要赶快升到地龙时代，然后去产出自己的巨型投石机，开拆这栋城堡。哇，这个城堡能盖起来很赚。好，下方这里再补一栋城堡，捕猎点宝锤开始出来了。好，但是这边有闪避马看到，拉了一些兵过来防守。哦，这里围得很快哦，房子加上石墙，但这个房子没有盖好，哇，这个洞都被丢了进去。但是应该能直接硬盖好，只有一只闪避马在输出，直接全部的闪避马卡在这个洞口。上方这个地方城镇中心也快被收掉。好，那这个就是一有城堡之后，捕猎点就可以开始按长弓兵了。按了大概四只长弓兵，就可以跟弩兵长弓继续混着按。这边稍微收一下，闪避马再过来八只。这边不需补下更多的城镇中心，因为这两栋城镇中心爆了，要补下新的才可以补正自己的经济。那捕猎点这边经济来说还是相对落后的，91村对上112村，村民数差距约大概20村左右。驱逐罗人这时候也点下了自己的萨迪利科技，这就是让他的军事单位的食物消耗减免有个很大的提升。好，哎嘿，这么高啊，送城堡，哎呦，好危险！好，那先升到帝王时代的是不列颠人，不列颠这边可以直接产出巨型投石机开拆。后方有几只闪避马已经冲进来了，不列颠家里其实有点一片狼藉哦，经济感觉没有那么好。好，这几只闪避马有点麻烦哦，看要不要转出巨型的长枪兵的升级。因为再不转骑兵的话会有危险，毕竟闪避马打工兵是很好用的一个单位，没有骑兵去扛的话，闪避马可能会无双哦，直接收光这一坨的工兵单位。好，闪避马直接冲到农田处，开始敲不列颠的城镇中心的农田。好，这边还是撞到了城堡。好，打掉了两栋城镇中心之后，黑拉这边帝王时代居然被打掉，我的天，帝王时代要重新研发。好，这波包抄打得很漂亮，非常多的闪避马过来直接硬劫。哇，这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骑兵你要怎么打闪避马，没了没了，这一波被解得非常干净，但还好这栋城堡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了才会拿下来，然后等到驱逐罗人这边升到帝王时代才行。那不列颠这边要赶快转农哦，转成农一大堆农民，然后要按更多军营哦去扛这个闪避嘛。好，但驱逐罗这边直接拉一堆村民到前线，不知道干嘛，是要盖城堡吗？还是这次拉错的？哇，这看起来是拉错的，时间进入了城堡射程范围内。哇，好，但上面的闪避马击杀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巨鹰这时候才补下重装长枪兵，还有自己的步兵防御力。右边村民绕过去，没有被继续追击。更多的村民走了过来，想来挖金矿。那目前不列颠人家里是没有办法挡住这一坨的闪避嘛？好，这边还在继续偷按长弓兵，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这个你看，这一两只长弓兵要再续起来，能够变成战力的这个数量其实很困难，至少要按到20几只哦。现在赶快全力的去产出骑兵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长弓兵这个时间点并不是这么重要的。好，普利点这边偷偷拆掉了一栋城镇冲击。那目前村民数是由普利点反超驱走罗人。啊，这边村民直接被人抓。好，长枪兵出来了，直接嘟掉了非常多的闪避嘛，哇，嘟得舒服。后面补下更多的军营，至少要5到6个军营会比较好，因为现在对方闪避秒数量太庞大。哇，长弓兵虽然有在按，但数量很少，按个按还是要被抓掉。好，普利点在外面补了一栋城堡。OK， 家里的巨型投石机终产出，可以啦，终于可以把家里的城堡的问题给解决掉。这边就是一直用大量的闪避马去骚扰普利点家里。哇，这边被屠到非常多村哦，村民数从120村降到剩下100村，村民降至20村左右。这一波骚扰让普利点有点重伤了。好，这栋城堡盖好。好，现在才发现不列颠没有点弹道雪，工兵国到现在还没点弹道雪。刚刚中间城堡时代偷车打太多了。哇，经济好惨啊，不列颠。好，反正是虚的罗人这边啊，虽然被拆掉2栋城镇中心，啊，结果经济也慢慢好转了起来，家里的城堡问题也快解决掉了。好，等于闪避马过来抓下石头区的村民，后面骑兵在发呆，没有看到。哎呀，损失了非常多的村民，村民数降至又回到100村，村民差距又再次被打了出来。后方这边村民也是，看来这里有骑兵有出声，可以立即去挡住闪避马的伤害。但闪避马完全不理骑兵，就是要靠村民。哇，这边还是让不列颠受到了一些伤害，村民降到只剩下90村。哎，这时候驱走罗人点出了拇指环，难道要转相攻？现在有萨蒂利点相攻，再点下前线列队，好像就完了。不列颠这边补下轮轴技术，哇，现在才补2级木也没有点。太惨啦，经济已经大爆炸，驱逐罗人疯狂用闪避马进去闹，这里转出的是更多的战矛兵，而不是相攻。好，那确实现在用战矛兵打
骑兵啊，是一个很好用的单位。但是驱逐罗人没有这个三级坊，对毛兵来说用轻骑兵解是蛮快的。啊，直接秒杀这边骑兵。没有三防关系，用长弓兵其实用这个射程拉打也是可以打零战矛兵的。但现在由于不列颠经济太惨了，这个战矛兵这个长弓兵完全没办法成型了，连这个强弩也是，所以现在战矛兵基本上是无敌状态，想打谁就打谁。只有城堡不能打，还有城镇中心。好，这时候不列颠点下了护卫技术，还有一级弓，但经济还是很惨，一直在补村民哦，村民一直被抓掉，没有一个安全可以拔资源的地方，现在家里到处都是漏洞，等对方推过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好，开始要进攻这栋城堡了，只要这栋城堡被拿下来，不列颠就完蛋了。这是不列颠最后的希望了。啊，这里再补一栋城堡，这么凶的吗？好，上方两台狙击投机过来要来处理。这边直接走过来，战矛兵硬 A 长弓兵。哇，也不管你有没有城堡了。这时候不列颠打出了巨举，缩一头闪避马，让他非常绝望。看一下经济的部分，哇，经济果然是全输啊！石头挖了这么多，但是其他资源啊，快输了大概一半哦，一半有。哇，这个输了一万个食物，一万个木头，一万个石头，五千，经济量来说非常的惨，基本上后期真是不太能打。那我觉得闪避马这个单位真是蛮厉害的，打公民国很强，但遇到骑兵真的是有点痛苦。但后遇到骑兵的部分，也可以继续转出自己的战矛兵或是相弓来打，都是可以的选项。所以驱逐罗人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强势，就是这个原因。那 后期那也是因为他有下修一些数值的关系，所以造成他现在没有到非常强，但还是可以用的，也没有到 T2 至少还是 T1 的这个等级。我觉得 T2 有点太 nerf 他的感觉。那不列颠这边的问题则是前面一直进攻，然后去忘记点下自己的轮轴技术，二级弩二级弩都没有点。好，进攻的途中城堡一盖起来，就开始这栋城堡盖起来就应该要开始去补增一些经济会比较好，因为这里就已经确保你已经赢了两栋城镇中心，这时候应该要打出更多经济差距，然后拿出更多兵去前压会更好一点点，不然很容易就会被一波，如果这面扛不下来，然后又没有足够经济去转出其他兵种，然后很容易就会被对方一套闪避马打到底，然后就 GG 了。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咯，各位拜拜。